缺爱，缺爱，模糊光阴距离，我哎，连时间都是暂停，好好听哦。我转一半，转一半怎么说？怎么叫什么叫？就也想选啊，也想选，那想再观察一下。OK， 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两位女生老师都转身了啊，是被歌声打动，还是因为唱得太好了？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太好听了，我的天哪！天籁，天籁！您别，天籁就是你。这个哎，弟弟就为难了，因为。是要选择一位，也就是拒绝了一位，因为刚才韦伯他是比较那个，就是对，是潘帅，要不为了就是那个，咱先转回去，半边都不让他干，我这么客气。那请问詹老师和戴老师，您要选择谁呢，王和弟？好呢，我先转回去。我最近想念念缺爱，缺爱。好。好，祝贺詹雯婷和王鹤棣组队成功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走开，一定又是你指挥的问题。一起来听听原唱詹雯婷现场版本的《绝爱》吧。睁开双眼，我出完房，灵魂只能降落。有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可山盟海誓因一场惊觉。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。把情绝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。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伤了我。对本座而言，你就像我的生命一样珍贵。说再见来不及，我答应过你。王鹤棣曾表示，练习十年也很难唱好《绝爱》。有练习《苍兰诀》的主题曲《绝爱》吗？哦，当然没有，没有没有吗？不敢，我不配，我不配。这首歌我练十年我也练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难度系数太高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难，就是去匹配到原唱詹老师的那个水准、啊，情感啊，和他唱出那种很宏大的那种就是感觉的那种东西，我觉得我练十年我也唱不到这个水准。